欢迎收看雨涵 CP 今日份欢乐小剧场。到一年以后了，吐吗？这样你是不是答应？答应这样吧，对，打我师叔干什么？那老头在外面吃着饭。对了，今年又要打我。收工。看我的白眼。慢点。我太难了。这个动作给他吧。但当他们正经对戏的时候，你是糖果烧钱吗？烧不是。哎呀，别烫口！哎呀，别打我！哎，别啊！Thank you.